出面道歉，不过这样擅自要求客人全裸搜身，恐怕已经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弹。四十年来，出书出了216本，堆起来足足有一层楼高。这是由广大信徒的莲生活佛卢胜彦，他出版了第216本新书，捐出了32000本给中部的学校，希望透过文字洗涤人心。莲生活佛卢胜彦出新书，一口气捐出32000本给中部各学校，希望借由文字洗涤人心。能够持续写作写了40年，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、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作。谈起出书，卢胜彦经验丰富，最新的这本已累积216册，正要认真堆起来，比一层楼还高。卢胜彦说，写书是传道的一种，就像推动密教的转经轮。莲生活佛8月份新书一推出，即占据畅销书排行榜。听到有签书会信徒排等签名，甚至有人远从印尼、马来西亚赶来。我讲讲看，我家里书好多，都是从第一本到200多都有。40年来，出了216本新书，莲生活佛卢胜彦仍然维持每篇写作的习惯，将继续一本一本的出书，搭配着画作，用文字艺术传授理念，希望社会人心更好。中天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